白鹿嗨放派 EP 九 cat 啊，快递来了，快递来了，快递来了。放门口吧，放门口就行了，谢谢。周深辰先生，您的快递。哦，我知道是谁了，白鹿。嗨嗨，参观一下我们的基地。特别欢迎你的来到，欢迎。没事啊，反正我也不是女嘉宾，我是男嘉宾来的。那、我坐哪儿呀、啊？随便坐。我还有礼物。你还有礼物啊？我把这个什么东西礼物给大家。信号毛巾啊。啊？26？为什么？没有，那个在戏里面就是，嗨，都是师傅送给我的16。嘉荣哥送的。对。尝尝吧，这是我们要做实验的东西吗？啊，是吗？不是，单纯是礼物。那直接可以。对。女主播上线了。龙妈，我们不能丢脸啊！大家稍微练习一下，稍微适应一下之后，然后整体来一遍。农历八月初八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四碟，来吧。来，三二一，各位观众中午好，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，农历八月初八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，我是主播白鹿。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，你们笑什么？继续，不能停啊，不要停，快点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，等会儿我倒回去。今天节目，你是当录 ID 的是吗？现场直播呢啊。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，著名正经严肃实验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位于莫干山路111号的浙江广电集团，期间嗨放派成员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，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入交流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。时候耳返是延时0.2秒，是、就是嗨嗨，放放，太太，这就是你们的实验内容。戴上全封闭耳机的成员只能通过耳机反送的声音听到自己说的话。实验中，耳机声音将延迟0.2秒，星期二，农历八月初八，反送给该名成员。来吧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头。各位观众中午好，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，农历八月初八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，我是主播白鹿。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，著名正经严肃的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云莫干山111号。等一下，我念哪儿了？现场直播啊，线上直播呢啊。来到云莫干山路的111号。别断啊！不是，我调不回去了。浙江广电集团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游学期间，嗨放派成员们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，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与主播深入交流。下面的这个小细胞真不行。说详细内容，详细看详细内容，说收尾一定要有一个收尾。下面请看详细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。这么难啊？是延迟就会出现这个状况。不是，我是读一半它突然延迟，就我前面以为很正常，你试一下就懂了。我害怕。来吧。还有谁？不就还有我了吗？对。我觉得你想再玩一次。没事啊，我一个也可以啊。啊！好吧。是不是拖鞋会更好一点？拖鞋更好。是不是？对。
腿都软了。哎 ，Jason 很享受哎、啊。你等会儿再多来几次，没事，够了，两次已经真的人生中能尝试这个东西已经够了。没事儿。为什么我？所以你们这个节目没有女嘉宾是这个原因吗？有过一个，但他那是。为什么我的突然之间这么大？太大了！哎，我的会不会有点太大？强儿，你这太大了。来吧。你比他轻，没问题。我离那个真的好远。你相不相信我可以一秒内完成？你相不相信我可以一秒内完成？测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过这个视频，就是你已经在三秒以内了，已经很好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不是我，主要是我落地的时候落得太实了。哎呀，我不让白鹿笑，这也太难了。你要不要来一下？我们来一下吧，我们四个一起逗你一下。开始了啊，三二。那咱们一会儿到那个屋咋办啊？啊，这只是一个热身啊。对，只是个热身、啊。走吧，那我们就一起进这个沉浸式剧场去感受感受吧。提前说好了，这现在开始不能笑了，是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吧。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第一个，他进去一笑，我们全破防了。想破我防是吧？嗯。爷，魏大主爷。怎么？不可以笑。嗯。哎，来了，几位，来尝尝我们的饼呀、啊！这不是我们的祖师爷吗？好像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像呀！真的，一模一样。杨川，来，师爷。倾国倾乡的美，的美。倾国倾乡是什么？哦，这条毛巾，嗯，才能配你。好，金号毛巾。金号毛巾。我的手少根筋。你为什么点不对呢？因为你的注意力总是不能那么集中。来吧，下一个题。下一个 ，Next， 鲟鱼传。哦，鲟鱼，鲟鱼传。李，张继阳，有
多少个西昂迪？哼哼，西昂迪。我终于听懂，这太多了吧？去鱼，钻，你上想有多少个西安的？你说几次了？够了，好像。够了，好像。准呢，他真的好，他真的摁的好准，摁的好准，我都已经这样了。我发现我只能摁。Okay, next question. Are you ready? Yeah, let's go. Let's go. 一年，有多少场？Oh my！ 你别玩这个哇！要手段是不是 ？You wanna break my hand, break my arms? Of course no, it's easy. 来吗？来吧。金嘛，我的首饰，我就差两个，我差仨，我也输了，我也差两个，机器有故障，你这个对，机器有故障，一定没有办法，行了，那你也没有。